你是想要活活甲烧死，搁甲我的查某囝放水牢，然后甲我拍受伤，一下甲我沾在水底，看我沉落去。笨手！你袂甲我去唠叨，阿拉无我会黑死啦。黑死就黑死，你卖卡掂。爸，白什么？你讲，把江总裁放出来，你有听到吗？白什么？你嘛想要吃 barbecue 啊？哪呢？条伊搁较紧嘞。啊，哪无恁若钓袂着，你就食袂着啊。我有条地有主啦，这条你要找江总直接顺接钓。啊，你敢不是要 barbecue？ 我已经替恁送一袋藏一百年的老腰肉饭。我真是是跟你无冤无仇啊！你把我人生做无毁掉。这个老妖怪，我来处理就好了。我的命，我爹老家一切拢你手上呢。卡斯公，你也是同款，这么笨，最后受伤的只有你自己。我一定尽力来看，我才是真真正正老家大少爷罗瑞安。这不是了事，不如就送你去水底落水饺。哥，我走囝，你各位。阿公，阿公，你伫了我身躯边就来逃走啊！你唔知去对啊？阿公，我会当甲你讲一声。公，你就是魏珊珊啦！这个死丫头，还是一堆人，人世界上就是祸害，我今日就落，落去死。